点解会咁样噶？平时约食饭就诸多姿噶，又话远又话攰又嫌麻烦。今次竟然俾佢约到，一定有惊鬼。 阿食德啊 ，Jenny 啊，你有失恋啊？实咪系恋啊，我冇恋过噶。咁你又约我哋食饭，仲安排咗咁好？你个贱人都储刁婚，下次仲可以当钱使，储得你咁开心，下次等我约。储婚啫，犯法啊，自己储啦。啊，你个刁妇啊！你请你餐，咪埋啦。下次先啦，刁民。快食快食快食！